国语中国新闻语音版，2020年12月13日周日，给我十分钟，让您知晓东南西北中。公历2020年12月13日星期日，农历庚子年10月29日，更新时间北京时间凌晨5时，河岛电视 HOTV， 不一样的电视台。现在播报一新闻排行榜，精选头条。一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曾五次核酸阴性，黑龙江塔河进入战时状态。来源塔河宣传，为有效应对突然出现的疫情，12月12日上午，塔河县紧急召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安排部署下部疫情防控工作，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县委书记林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长宋波对下部工作提出要求，县一防止领导及各工作组负责人参加会议。12日上午，在认真收听收看了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会议后，塔河县随即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地委书记李大义、行署专员张宝伟等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全力以赴应对突发疫情。二大学生深陷传销失踪20年，最终现身三亚救助站且罹患癌症，死前想见家人未能如愿。来源潇湘晨报，2020年10月5日，深陷传销失踪20年后，吴卫坤出现在了海南三亚救助站，一名女子将其带至救助站后匆匆离开。三亚市救助站通过吴卫坤身上的一张20多年前的老身份证，辗转联系上了他的老家贵州黔东南天柱县高酿镇地坝村。身份证上显示，吴卫坤是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1995级学生。此时的吴卫坤已是肝癌晚期，身体日渐虚弱的他在电话里向村支书杨成峰表达了想回家的愿望，但终未如愿。一个多月后，吴卫坤抱憾离世，他失踪的这20年的生活轨迹也因此成谜。三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实施第一次月地转移入射。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北京时间12月12日9时54分，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经历了约6天的环月等待，实施了第一次月的转移入射，从近圆形轨道变为近月点高度约200公里的椭圆轨道。月地转移入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月球轨道上的轨道机动，使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进入月地转移轨道。后续携带月球样品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将择机实施第二次月地转移入射，从而摆脱月球引力，进入月地转移轨道返回地球。二实时标题新闻榜，一句话懂天下，社会逃不过。福建一司机无证驾驶找人顶包代驾者，竟也是酒驾，社会低价购买优质房源，梅州男子借此骗取亲友900万元，社会醉驾致3人死亡，车速接近200公里每小时，男子获刑5年。社会青海9层1楼古墓被盗案，盗贼报了1.8亿打包价。社会老虎咬人马戏团欠下医药费失联，医生连夜走了，谎称是狗咬。社会他专门挑30单亲妈妈下手，我不会让你和孩子受苦的。社会触目惊心，一个县医院药剂科员工竟受贿1200余万元。社会罚学生便持洗脸视频拍摄于3年前，官方通报教练被调岗。社会大学生深陷传销失踪20年，最终现身三亚救助站且要患癌症，死前想见家人未能如愿。国内最富法官被判，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社会退伍大学生自愿捐髓，8岁女童画贺卡致谢。国内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延明被调查，1年前曾被处分。社会男子买到9瓶假茅台索赔10倍被拒，一审判决假的不一定质量不合格，被发回重审。社会暴力威胁持刀恐吓，广西这个团伙垄断米粉市场长达6年。社会醉酒后管教孙儿闹矛盾，爷爷一气之下卧轨想轻生。社会辽宁9岁女童校内遭危箱，当事人未满16岁责令家长严加管教。社会24名居民网购涉疫食品被罚，湖北黄冈撤销处罚，深表歉意。社会四川内江发生2起严重恶性暴力案件，致3人死亡，警方发布悬赏通告。
社会男子扯背救人，被砸伤妻子，对方家人来过一次，给了2000。国内多艘新型舰艇黄海演练对岸射击。国内香港法院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案件，压至明年四月再审。社会继父立遗嘱，把房子留给亲生女儿，继女气炸了。国内帝欧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实施第一次越地转移入射。社会官方通报锦州拔拳道教练体罚学生，警告处分，调离岗位。社会网红拉姆前夫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社会金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拉姆前夫唐璐批准逮捕。国内官员家庭是腐败富摊子战夫唱妇随兄妹一起。社会女子成绩第一因怀孕未做胸透被拒招教体局，合理合法。社会80后女行长以虚假理财产品高息为诱饵，诈骗27亿元，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二审被判处。国内租房新规再出，南京规定租金押金等进监管账户。社会过来人匿名讲述生孩子预算多少才行。社会女子因胸大花3万缩胸致皮肤坏死，索赔被裂又不会死。社会美国动物园3只雪豹感染新冠病毒，或由员工传染。社会韩国素媛案罪犯出狱抵达住所，称将一边反省一边生活。国内港媒，这三种情况下黎智英可移交内地审判。社会顾客进店没消费遭店员怒喂，没钱就不要出门。国内港媒，黎智英被加控勾结外国，今日提讯，腰缠铁链被押往法院。国内负债3000亿，被传资金链断裂的苏宁到底出啥事了？国内杀害6人的 A 级通缉犯张成宇曾流窜多地，11年靠假扮哑巴来隐藏身份，逃亡基本靠不行与其。国内破纪录，11城卖地收入超1000亿，30城超500亿，房价怎么走？社会韩民间人士就空气污染起诉中韩政府，败诉。国内养老金又涨了，谁能涨？涨了多少？社会新冠确诊数字再猛增1000万，3组数字揭示全球疫情现状。社会小学女厕所限月经提示牌家长，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同。国内集装箱黑天鹅，中国一箱难求欧美，却堆积如山。社会31省份11月 CPI 出炉，22地物价降了，海南降最猛。社会素媛案主犯出狱在即，韩网民监狱门口集会，把他交给我们处决。社会成都市丹都区全员检测将在24小时内完成。社会一网约车司机砍伤并强奸女子，将其丢医院后潜逃。湖北黄梅警方通报受害人已脱离危险。社会警号丹都区为何要做全员检测警号？专家，与新增确诊病例4有关。社会厦门市通报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详情，此前多次核酸检测呈阴性。社会黑龙江东宁发布一确诊病例详情，曾去过税务局多家麻辣烫店。社会三河公安亮剑出鞘，违法犯罪无处藏身。社会男子单身多年后与女子谈婚论嫁，花10多万元，对方系同事妻子。社会儿子救人溺亡被认定意外事件，父亲奔波7年为儿证明，法院终审判定见义勇为。社会多家峨眉疯传，韩国导演金基德因新冠并发症在拉脱维亚去世。社会通过假理财骗取147人27亿，民生银行一支行行长被判无期。社会公安部 A 级逃犯张成宇被押解回长沙，11年前致6死2伤。社会成都市丹都区今日18时起开展全员检测。社会北京某电商平台前员工自购奢侈品后以假充真退货，一审获刑1年半。社会韩媒，韩国素媛案罪犯12日上午将出狱。社会官方通报辽宁临海一学校课后看护志愿者微包女学生，校长被免职。社会河北唐山一对男女坠楼身亡，当地警方介入调查。社会18个月大女童被撞后未醒，肇事男子逃逸一夜后被抓。社会青岛胶州无症状感染者疫情已被证实为冷链产品引发的感染。社会香港5人涉暴动罪提堂，年龄最小15岁。社会马首铜像回归圆明园，将展出3年。社会男子醉驾闯卡被拦，还称我要想闯的话你们根本挡不住。社会配合治疗就一定没问题，西城大爷这样鼓励成都女孩。社会网曝女子遭黑车司机强奸并刺伤，湖北黄梅警方是真的。社会黑龙江2021年考研生考前14天需进行健康状况检测，
社会广西百香果女孩遇害案定于12月15日不公开开庭审理。社会28岁女子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之后，社会工程院院士直播养猪研发五星级科技猪圈。社会男子向黑老大借巨款车上被装 GPS 到派出所就遭报复。社会因投诉 KTV 扰民遭股东深夜持刀砍门报复。四川射洪警方拘留顶格那种。三、和媒通讯社讲好合家故事，转播中华文化。庐江书院有名合家祠，位于今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流水井29号，是广赵梁府60多个何姓家族出资合建，曾于道光、光绪年间两度重修。书院建筑秀美，装饰细腻，是广州书院群保存比较完整的合族祠书院。庐江书院始建于清嘉庆13年1808，占地1722平方米。书院曾于道光、光绪年间两度重修，其中光绪年间的重修耗费白银2万多两。书院建筑之秀美和装饰之细腻仍令人称叹，曾是清代省内何氏家族子弟来广州赴考时饮食起居和温习读书之地。该书院书舍为三排，以及南面个别书舍，占地约1300平方米。整体建筑是大小马站、流水井宗族祠书院群中保存相对完整的宗族祠书院之一。四、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对中国军人和南京百姓进行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据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28案，包括被集体枪杀与活埋的计9万余人，零散屠杀858案，仅被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日军在六周内共屠杀南京市民和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官兵30余万人。曾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军少佐太田寿供述，经他与安达少佐在南京下关码头处理的就有10万以上的尸体，其中掩埋焚烧的约3万多具，其余投入长江去了。这一举是震惊的暴行，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决议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侮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于1947年被处以死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一桩滔天罪行。公元1937年12月13日，南京这座已经无抵抗的都市沉没于血海之中。河岛电视 HOTV 不一样的电视台为你梳理一天热点新闻播报完毕，谢谢收看。